采取我这种家己想、家己定的个性，注定我的人生啊，就是一场悲剧啦。朱丽萍，我今麦要跟伊做 DNA 亲子鉴定。你是人硬要跟伊拔掉你的身躯皮，硬要叫伊去代替你那个多年变成的植物人后生？我会好好甲看守，我绝对会，愿意跟我同心共命。蔡启荣不要剥皮，一定要有奇迹出现。东俊千万唔通是单中生的后生。阿伯，阿伯，虽然已经止血啊，心脏怎啊，还是停止的。凯宏，凯宏，丹青已经超过会当急救的时间。凯宏真有可能被杜光那掠走，我一定要把凯宏救倒转来。就算讲爱讲，也是规山头拢变起来，绝对要把凯宏找出来。我你赶紧找开，紧来找开，只有扳倒丹中时，咱才会当恢复过去的平静。虽然我不是罗家的人，但我欠命讲多，我一定会。你利用东俊的身世，甲陈忠信的脚步拖掉的，这完全是必杀技呢。只要陈忠信没有抽资金，还是投顾，就兵败如山倒啊！安尼，就当骗多陈忠信，会做出创我刀主。我进前看消息的时阵啊，你们就讲甲关税这件代志啊，无通过啊。敢胡闯坑！我刚想要知道，阮凯宏在倒。我过去甲你讲，廖凯宏已经死啊。安尼，你听入面啊？采取我这种家己想、家己定的个性，注定我的人生啊，就是一场悲剧啦。朱丽萍，我今麦要跟伊做 DNA 亲子鉴定。你是人硬要跟伊拔掉你的身躯皮，硬要叫伊去代替你那个多年变成的植物人后生？我会好好甲看守，我绝对会，愿意跟我同心共命。蔡启荣不要剥皮，一定要有奇迹出现。东俊千万唔通是陈忠祥的后生。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陈美鸿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